Thank you.
来来来来，尝尝这假日炖牛鞭。好的。嗯，咋劲？好味道，好味道。嗯。这甲鱼和牛鞭都是好东西，好东西就是，嗯，都是好吃的。嗯，这牛鞭吃起来筋道弹牙，就是的，嗯，滑滑的，嗯。这甲鱼炖牛鞭我还第一次吃，第一次吃啊，嗯，这牛鞭那个做的像个齿轮一样，好看又好吃。是是啊，你吃块甲鱼。嗯，这东西好，吃起来面面的。嗯。这东西胶原蛋白啊。哦，那真是胶原蛋白。嗯，就是。来，我们吃着，喝着，吃着好东西，喝着美酒。口感绵软，吃起来外面绵绵的，里面紧紧的。来块甲鱼腿，再来一块牛鞭花，确实筋道。嗯，吃个裙边，把裙边都冻掉光了。这裙边是最好吃的。嗯，这裙边好吃，你也吃一块，这还有一块。哦，我吃一块。嗯，这东西真刀。嗯，果然好吃。好吃吧，那都是劲道哦。好吃。